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有钱人的世界咱真的是搞不懂啊！5000多刚买的笔记本用了3天就不用了，非要给咱们回收。今天的话，有一个网友啊，有一个笔记本，一个手机给咱回收，来看看是个什么情况。走，先来买两瓶水啊，降下温。这天气也太热了，今天这天气也太热了，出门5分钟，流汗2小时呀。走，出发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电脑。对。我看下成色啊，这种本的破工确实不咋好看，这个黑边太大。4887，什么配置？27，瑞动275800。对，5800H。是给我加512，这个的话要卖个多少钱？有没有新的价位？目前行情的话，应该就在3000多给二手行情。你看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，亏的有点多，那也没办法。我操！X80 Polo， 成色看着没啥磨损，这脏是吧？对，擦一下就可以。行，刚买3个月是吧？对。有没有配件什么的？还就个手机，全套拿着看下来。全套。哦，直播装盒，哦，全套。充电器都有吧？充电器原装。这边充电器贵，充电器的快充，这充电器比较贵，这个多少瓦的？80瓦充电器，我靠！这个的话有没有个心理价？有没有卖个多少？心理价4000多点呗，4000多吧。4000多给了。6000。6000的话应该是官网价。对。现在去外面买的话，应该在5000多给了。差不多。新机。这个的话，现在给你收个4100吧，你看合不合适？全套是吧？对，全套。4100看合不合适？不能再加点了，很高了，兄弟，很高了。有这么个事儿啊？啊，什么事儿？就是呢，现在现金，哎，因为考证钱交了不够了。什么证？驾照证？不是，考华为的工程师证。哦，华为工程师。对，先缓买那个12的小米12S Ultra 那个。对，一会儿我给你抵押点东西，先把钱给我。等我买完了东西之后，手机拿到了之后，我再把这个手机再还回来。哦，就是说拿东西给我抵押一下，先买完之后把这个再给我，对不对？对，拿什么东西抵押？手表吧，手表也不止一个手机的钱。这什么表？谁说实话，咱们是隔行如隔山呀。你说手机的话我还懂，你说我这玩意儿我还真是不懂。这是不是正品？新款，在猫业买的。多少钱？7000，发票啥都有。7000，不懂，这玩意儿真不懂。没事，退不了。还有身份证。确实不懂。大概多少时间？1个月，应该1个月不到。我说你去买手机花了多长时间？1个多小时。1个小时。新城市广场。现在我有点慌啊，他这个表也不知道是个真的假的，咱们就给他压了4100啊，压一会儿他就买手机去了。有没有认识这个表，到底是不是个正品？看一下。现在心里有点慌啊，不踏实呀。